熊猫得得搞什么？妈妈，那个熊猫，妈妈，它为啥张个嘴巴？妈妈，为什么那个熊猫？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。真的是懒，躺着吃。陈叔还有睡觉。后面还有吗？朝我们这边吗？看看，那怎么办呢？
好像知道怎么搞。做后场当兵啊？上面不是吗？好像那种荡秋。关一下。